九一啦，一二九一咧，都係走勢咧係轉強翻少少嘅嚇，可以留意住啦。咁咁啱咧，就呢排有啲咧大行咧就推介啦，都有留意住呢個股份啦。技術走勢係轉翻好嘅，因為咧兩點，第一之前呢個前浪底啊，最近咧考驗前浪底之後咧，噥一聲咧就出現一個咧近乎咧。就天線咁嘅狀態啦，狀況啦，即係一支好小嘅足身，好長嘅腳，出現近乎天線走勢，即係顯示呢個低位咧，呢其實就係呢個位啦，54蚊至55蚊之間咧，係一個重要承接力啊，承接力區，承接力不足嘅嚇，咁啊考下就彈上去，跟住咧就牛量再衝兩棍啦，先係破下降位，今日咧。就破埋20天線添，個走勢就轉強咗嘅。咁啊，換言之咧，佢嘅直播率唔錯啊，即係55蚊到就有唔錯支持。咁而家今日咧就破一破下降軌20天線，顯示咧上升動力都不足。咁所以咧，投資者就不妨等佢咧，就今日連因為連升咗兩日啦，有機會回整嘅一個回軟，就回翻落去20天線低少少整管嘅時候咧，就可以考慮咧就吸納啦啊，就博佢咧就。整固不會咧就再穿啊，啲或者應該唔係再穿，又唔會穿啦嚇，因為之前都冇穿噶嚇，唔會穿呢個低位，就整固完之後咧，再上一棍咧就挑戰翻咧呢個保利加通道嘅頂部啦。咁啊，如果係咁一個情況咧，都有啲水位噶，因為去翻呢啲下邊咧就整固一輪，再衝上去咧都有10蚊雞啊，一至兩成嘅水位嘅，可以考慮一下啊。呢、這個就係咧。華潤啤酒的情況啦，咁大家可以考慮呢只股份啦嚇。